Tennessee 30 进入配置选单。在待机状态下，长按 draw dial 5秒，直到听见配置选单后放开。顺时针旋转一下，进入第二手机配对模式。此时蓝灯闪烁。再顺时针旋转一下，进入导航机配对模式。此时绿灯闪烁。再顺时针旋转一下，进入遥控器配对模式。此时红灯闪烁。再顺时针旋转一下，进入退出选项。如要退出，按一下 Drop Dial 即可。